妈都不做，跑去当兵。看看你，整天在那边晒太阳、扛重物的，还在地上爬爬。哎，你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啊？我没有办法跟你聊下去了。你们好，我是林国良，是淑静的同梯。李淑静没有作践自己，他只是在做自己而已。对于你们来说，晒太阳、搬重物、在地上爬，可能是很低贱的象征，但对我们来说是很充实的，而且是保家卫国的第一步。这位先生，你刚才说的话只会显示你自己的无知而已。你才无知吧，你想追李淑静你就直接说，不用在那边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以前啊可是一堆富二代追的，他瞧都没瞧一眼。哎，你看看你这身装扮，穷酸成这样，好好当你的兵。你是说够了没啊？开口闭口都是钱，难怪李淑静不想跟你搅和在一起。哦，这样听起来，你知道他要什么啊？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，男生做得到的，他也办得到。他只是想要留下一个荣誉的证明，这些东西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。不要跟他说了，我们走吧。李淑静，你真的要跟他走？你真的要跟这男的在一起？你们两个一个月才30000多块。啊，你受得了？这样好了，来，我给你个机会回心转意。看看，卡片任你刷，名牌包包、名牌鞋、巴黎看秀，我全部都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包包，也不需要鞋子。现在我最喜欢的是太阳、蚂蚁、含羞草。